我拿到我拿到支票，我赶快锁进饭店保险箱，然后隔天退房，马不停蹄就直接冲到最近的富邦，他还要拿着资料这样，这张没问题。Yes， 漂亮，真的就一百，就是一百，对对对对，没有多一块，没有少一块啊，一百就一百，知识水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你看里面嘛，总共大概45桌，45桌嘛，就是差不多了，3-400要吧？好厉害，那也就是台北最贵了。对，就大概250-300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啊、开心很重要，其实是打平的啦，对啊，因为本来就是办这婚礼就是给老婆嘛，就没有想到回收这件事情这样，对。所以收到宪哥的支票，有想过说要退回去？不会啊，干嘛退？怎么可能退啊？对啊，我拿到支票，我赶快锁进饭店保险箱，然后隔天退房，马不停蹄就直接冲到最近的富邦，还抖机，还抖出音，直接进去，还然后还再三的问说这个支票怎么弄进去，怎么有钱？他说你放心，这张照片，因为慌张的脸色，还一度被警卫关切。对，他还这样拿着资料这样。这张没问题，然后我说3天内入账，我说哇漂亮 ，yes 漂亮，百万富翁，宪哥一向说到做到，难道对啊？难道你没有看上面写的是民国213年吗？